狗。干什么？摇头晃脑的。没有，六婶，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品种可以吃软饭吗？他能搞那么帅，不要命吗？哎呦，嘿，有人。帅气的我，让我无法藏躲。我就是我，让富婆们都上火。好嗨哦！瘦是瘦了点，但是气质各方面还是拿捏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在我面前比气质是吗？你有气质吗？一身绑油还梳个油头。刘婶，你说，你大声肯定的说，你说谁更有气质？哎呀，你们两个都差不多嘞，半斤八两。我才不半斤八两，我150斤，油头三人帅，你会吗？你会不会油头三人帅？我怎么不会？我耍断他的心了。哎呦，不躲！你别笑！你看，老都老了，还比这种。不过啊，你这招确实没有小胖墩甩得好哦。嘿嘿 ，Thank you。哎呦，不用客气。喂，哎呦！来啊，拿什么跟我比？干什么？逼我放大招是吗？就你还有什么大招？那就在这冒险吧，大冒险，大冒险。